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Sit down, please. My name is Yang Da. 睡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谐星杨迪大爆感情嘛，都认不出。神思路剧顶流男神王和弟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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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陆知名谐星兼主持人杨迪日前上化妆师兔子爆改100人的企划进行大改造。今天不叫爆改，今天叫还原你原来还原本我。你本来就长这样。你随意啊，因为我看不见，我只知道这边这边有一种拉扯感。妈妈扎头发紧不紧？就那种感觉，到现在没有看到化妆品，都在干别的，现在都是剪刀啊、胶布啊什么的。化到这儿，我都说话都开始气泡音了。来的时候是这种声音，现在都不想那么说话。哇，给我打回素颜，就感觉我本身的肤质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哇，快，这边我也要。终于知道为什么帅哥话少了，我突然都有点不想说话了。等一下，我脸解不开手机了。啊！我就是长这样。枪左小下。侠剧苍兰诀爆红的陆剧男神王鹤棣有87分像，你喜欢谁都可以，但你属于本座。还有网友说杨迪这一次大换头，神似韩星李准基，说是黄子韬我都信，亲妈都认不出的程度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是他谁啊？